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为了你荣耀之名，以赛亚书63:14，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深处下到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，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以往在旷野中，神无微不至地照顾以色列人，今天他依然这样保守看顾我们，为要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他荣耀的名。尽管我们常常如以色列人那样顽梗悖逆，让主的圣灵担忧，他还是爱我们，环抱我们，等待我们悔改，回到他的安息里。记得常常到主前寻求他的带领，活出他荣耀的生命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带领我来到蒙福的山谷中，有青翠草原，有涓涓溪流，深处安逸觅食，我也安享你美好的丰富。你的灵充满我，使我的安息，不忧虑，不害怕，全然信靠你。求你带领我，活出你生命的丰富，让人看到信靠你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求圣灵来帮助我，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身上。主啊，我把家人交在你恩手中，愿你的灵使我的家人天天有安息。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试探，他们常常犯罪，因为不认识你。我相信你依然爱他们，看顾保守他们，求你为他们开道路，使他们全然归向你，进入你所预备的安息之地，好叫你的名得荣耀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主是我软弱时力量，主是我寻求的至宝，主你是我一切。渴慕你生命的泉源，离开你人生便虚空，主你是我一切。主来满我悲，
背负我罪于十字架，复活的主，我称颂你，主你是我一切。我跌倒，主来扶起我，我坎坷，主来揽我背，主你是我。